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佛说持戒精选集，大方广三戒经节录，迦摄说是法时，若有菩萨成就此行，不执于佛，而自说言：我当作佛如来，应供正遍觉。迦摄在家菩萨应如是作，云何修行能得菩提？迦摄在家菩萨有三种业，求于菩提，何等三？生即欲心，于一切智不着本座，因持五戒，具是三分，去于六法，何等六？得于圣法，诸根玩具，不盲聋哑，不粗恶色，速得信心，不畏身法，闻以速解，即得不退，应当具足如是六法。五障法应当善知，何等五？知于两舌，终不妄语。菩萨之人，应见是谦是菩萨障，应当不谦。若着于欲，是菩萨障，终不作欲。如是五法能作障碍，又复应当作于三法，何等三？常很有欲出家心，于净持戒沙门婆罗门所因众恭敬，从受教诲，诸有着相演说法者，应常远离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所不应学故。菩萨不应单不食草，何以故？是非菩提故。若单不食，是学障碍，不学即法。复次迦摄，菩萨当学于三法，何等三？心常专念去向作佛，应当精勤修习读诵，常于众生修行慈心，应当修集如是三法，又复应当亲近三法，何等三？离薄垂打，不说他人云是卑贱，不为众生而为作就，应当亲近如是三法，而说偈言：不亲近下人，见不正直者，见已当远离，有远恶毒舌。不应学于彼，亦不礼敬事，应当即远离，犹如见恶狗。世人堕恶道，诸有着相者，若修是学者，此亦同彼去。不疑于空法，闻于佛法已，极乐空比丘，此所生恭敬。世中增多闻，一生立智慧，得尽菩提道，为一切所理，速即受斋戒，速受以读诵，思增益智慧，有水清莲花。速即受斋戒，多听受语法，思增益智慧，以断诸漏劫，大智大精进，大威德无畏，坐立以益己，即利益于他，终不打薄他，应当乐如是，尽住菩提分。世人法无见，世人少病患，有罪上妙色，为众生所爱，爱利益以法，修行于慈心。主在家菩萨舍一切恶道，速即得升天，是得天明矣，五欲自娱乐，从天命中矣，终不生恶道，生在人道中，种族豪贵家，形色极殊妙，无有能欺者，无能所守护。世人修行法，得见于甚处，一切众生爱，善得安稳眠，勿以欢喜乐，终不生不畏，是亦天所护。犹如粪秽法，彼有是观相，居家亦如是，广集于一耳，当为诸善人所称誉赞叹，
不者是无畏，诸在家菩萨，更不是于天，亦不见于天。此道即正直，诸慧者所及，是以此善根，舍一切恶道，一切智三明，善学三界故，如所作功德，如其所理事，思亦当见理，诸众生独故，如所作功德，如其所理事，当为众生上，如佛见理事，住于在家地，起作菩提心，此所称赞法，即于法精听。迦摄，在家菩萨应成三法，何等三？应当远离希望吉祥，是菩萨应修至舍宅，除诸妨碍，勤修多闻。菩萨当具足三法，复起三法，何等三？不应断绝说法思辨，应当勤请于说法者，应当常燃灯烛昼明，应当修行如是三法。复次迦摄，在家菩萨应当忠敬，不造三法，作女人形，何等三？不留难母，令不听法；不留难母，不往比丘所；不遮顾妻，至比丘所。欲听法者，不作障碍，与女人所；不舍正道，而犯非道。如是三法，一切不作。若造此业，便堕女人。而说颂曰：应当燃灯明，烁烁以信心，得无尘垢眼，即获得佛眼。导师以此眼能知于一切，若知如此智，则知于实智，知过去是法，现在亦如是，不意想未来，不造作三相。若有是三相，三义应当舍，悉同为一义，相即为非相。佛所说诸根，然法无有根，以彼不分别，菩提最为上。尽修佛眼矣，悉皆现了之，是句即菩提。如上之所说，如是所说法，亦不毁坏法，一切法是空，是故名为说。诸外道邪见，为在家说法，如坐于明灯，有眼者能知，不断他说法。于是狮子法，莫速之恶道，即作身盲者，烁烁而劝请，演说善事法，以此之善根，转无上法轮。不应作流难，若母欲听法，作极恶女人，盲楼极丑恶，不见睹众色，亦不闻妙声，在于黑暗处，犹若如蛇住，坐于障碍矣。贪即为妻故，素即命中矣，作逼恶女人。黄头而青眼，黑恶难可看，居恶脚寥立，龙癌无所知，于如是等处，无此者速受。为嫉妒男子，烁烁造欲因。复次迦摄，在家菩萨不应作三法，何等三？不勤女人，未遇因缘，食酥醍醐及诸恶施。若欲出家，不作流难，未出家者劝令出家，造如来塔，作迎世人，劝助世导，不应轻夺取于事物。如是三法，在家菩萨所不应作。而说颂曰：不施他女人，不造作非法，无婚过难来，故一切不施。有言者往彼，合掌而作礼，予以复当语，以善欢喜心。若彼僧中少，为僧即使人。若有请取事，因左少人者，误触水令浊，若有依此者，于斯无嫌害，身心起嗔恶。若有欲出家，自子及亲属，菩萨于世中，终不作流难，令诸众生乐，得证于灭度。此是我本欲说于无上法，知是诸过矣，自不造诸垢。
莫长夜长忧，为烦恼所染。迦摄，在家菩萨复有三法，不应修集，何等三？不满男子，不买女人，不施毒药。若有作者，亦勿轻近。而说颂曰：离满男子业，亦离买女人，不施与毒药。若愚者远离，天以呵施法，终身得苦恼。随去诸方面，忧恼见所害。此长夜忧恼，多获众苦恼。一觉便命中，是故不应作。是过即于过，我知是所作。今说其少分，位于菩提故。迦摄，在家菩萨不应造三法，何等三？不至淫女家，若男若女，不犯非道，若徒留处，不在边住。如是三法，在家菩萨所不应作。而说颂曰：不至淫女家，秽恶为欲者，素质不恭敬，幽静下欲故。事件去至此，为彼之所亲，素即至极患，以是至命终。若男女非道，二俱不清净，是女所不喜，云何当办事？若有徒留处，一切不往彼。此非我所宜，菩萨法如是。如是诸过患，佛悉皆知之，是故不正行。今为如实说，佛如是少说，我身闻能知，思于佛面前，云何所后虚？众生信圣者，欲及至涅槃，为是故我说，不为难教者。复次迦摄，在家菩萨应成就三法，何等三？居住家中，犹如客使，不起我想。若以施者，起极具想。其为施者，远离于我，迁游寻想，不为子息，坐于藏举宝藏之想。迦摄，在家菩萨应当成就如是三想。而说颂曰：当修习思想，我不久命终，是故诸所藏，此才应修坚，为别男女事，终不为利事，速即求坚法，生命及财物。因众欲菩提，所作不轻躁，为求法力故，一切时摧伏，犹如小女戏，亦如光剑现，不乐着于位，欲法者如是。读诵不修习，善好法庄严，其难可修集于种种诸众。如是相似法，迦摄我已说，其有聪利者，我悉知是人，彼之已结了，自怜悯于己。是人于彼时，烁烁与我对。复次迦摄，在家菩萨成就三法，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何等三？父母不信化令助信，父母毁戒劝令助戒，父母悭贪劝令助舍，叹无上道，在大众中而演说法，是名出法在家菩萨不退无上正真之道。复次迦摄，在家菩萨应当善知，可供养者即不可供，若知是已，诸可供者而设供食，不可供者而不设供，于世人所应修慈心。迦摄，是名第二法在家菩萨不退无上正真之道。复次迦摄，在家菩萨所有财物勤苦集聚，是不应施，不令尽施，不施于他，兼藏老举，施住境界沙门、婆罗门、平等丰益，财丰无系一切尽行。迦摄，是名第三法在家菩萨不退无上正真之道。而说颂曰：若在家菩萨及无上菩提升起三种慧，以学无上道。若父及于母，恶慧无有性，劝之令生性，令去向圣法，千犯助戒舍，
无慧者信慧，向无上菩提劝令至四处，若去至四方求善说法者，应行于法师以增益智慧。半戒教住戒，无信者教信，无慧者教慧，世人终不退。若见慧比丘持戒多闻者，恭敬信敬之，烁烁而咨问，所以敬比丘，烁烁为咨问，速即受其法，是故不退转。彼觉至增益，闻处即至者，觉至增益矣，舍己肉供养。是有信解相，如我之所说，不以不信心，能去向菩提。渐渐见增益，速即得增长。于是诸增益，彼得不为难。知是增益矣，若自给予他，欣喜而去向，是人增益智。随所有财丰，本所聚集者，诸有持戒人，一切以至前，是无有一语，终不说一言，见勇尽坚施，是能成如来。柔和亦共住，勇见者得慈，欢喜而坚舍，如先后亦然。勇见上师主，不从他所求，众师中最见，一切无不舍。若金银及钱，本身亦曾失，希望于上法，甚深最上具。一切天及事，相应专供养。若求于法者，悉应供世人。勇见者及法，以法而活命，有智慧胜法，当为救世者。复次迦摄，在家菩萨有三法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，即堕声闻而波涅盘，何等三？若暂依发菩提心意，不畏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于是菩提道起众淡想，求诸善根，不专思念，不好善求，世人为于心意所害，生起苦想。迦摄，是名初法在家菩萨，退无上道，即堕声闻而波涅盘。复次迦摄，在家菩萨若暂依发菩提心意，若行施时，嗔恚而语，语以生恚，世人不能至于佛智。迦摄，是为二法在家菩萨退菩提心，即堕声闻而波涅盘。复次迦摄，在家菩萨若暂依发菩提心意，不勤精进，急于多闻，世人已是少许善根，速入涅盘。迦摄，是名三法在家菩萨退菩提心。而说颂曰：发菩提心已，而不修正行，毁坏于佛乘，堕在声闻乘。菩提非不信，即懈怠者得。悭贪无智慧，是等作障碍。知恩住境界，心常要行舍，舍时心欢喜，菩提不难得。心造作诸恶，心亦能行施，是众生心间，当作世间塔。若不舍世法，心去向菩提，当作佛出世，为是作福田。迦摄，在家菩萨有三法退菩提心，堕圆觉涅盘而波涅盘，何等三？是在家菩萨一发心意，令习密法。迦摄，是名在家菩萨初法退菩提心，堕圆觉涅盘而波涅盘。复次迦摄，在家菩萨一发心意，希望粮食，求觅吉日。迦摄，是名在家菩萨二法退菩提心，堕圆觉涅盘而波涅盘。复次迦摄，在家菩萨懈怠懒惰，不勤求助菩提之法。迦摄，是名在家菩萨三法退菩提心，堕圆觉涅盘而波涅盘。而说颂曰：千令习密法，不教诲他人，当堕圆觉地，是退失菩提。是退堕于三，失利有苦来，去已而现在，
是宜于菩提，思维大乘已，速希望吉祥，此非现解相，佛不清净事。若有极专心，兼求菩提道，此不理事于为除世间塔。若有是信心，不得其于天，是成就最上，名为天中天，生菩提心矣。是不理事于是有最上色，在所生处。迦摄，在家菩萨有三法得生极黑，何等三法？取佛塔中所燃灯明，他有斗争，生嗔恚心，不欲己事待他争讼，见黑色人而行子之。迦摄，是名在家菩萨三法其身极黑，而说颂曰：塔中燃灯明，断取是光明，其身极甚黑，犹如黑漆盘，见黑人行子，我白汝极黑，是轻毁他矣。受身黑如炭，善守护口业，作业终不失，随汝所作业，当有如是气。迦摄，在家菩萨有三法生工巧家，何等三？迦摄，在家菩萨自受五戒，若有知识从远而来，与酒令饮，或请于人饮之以酒。迦摄，是名在家菩萨出法生工巧家。复次，迦摄，在家菩萨自持净行，和他人令行浴会，以此业故生工巧家。迦摄，是名在家菩萨二法生工巧家。复次，迦摄，在家菩萨若见他人营造法事，勤读诵者，然是人者欲造天舍，而是菩萨与此人言：如舍读诵营造所作，作以还读，以是业故生工巧家。而说颂曰：以酒请他人，给予己之事，以酒为上供，事业堕工巧。不能做刀针，及诸工巧事，唯能做地椅，手执桌牌囊，自己舍女人，向他赞淫欲，以是业报故，身堕工巧家。不能做刀针，不知骨牌囊，朝令直追桌，以断于钉铁，以此障碍法，令他舍法故，堕在工巧家。此人身世家，彼不见排囊，亦不见追钱，悉破坏重器，其业报如是。迦摄，护口业，亦护甚心业，一切不善法，不向他人说，生死受重苦，身已增长碍，是故勤行法，舍诸不善法。迦摄，在家菩萨成就三法，身在王家，颜色殊特，端正可爱，先进红白，而不懒惰，聪暇明了，何等三？迦摄，在家菩萨都未曾见沙门、婆罗门，若其见已，深信尽心，此是福田，此因供养，此因礼敬，此是福田，深信尽矣，请与衣服、饮食、卧具及诸病药。迦摄，是名出法在家菩萨身在王家。复次，迦摄，在家菩萨兼住本事，住本事时如说而住，终不忘语。迦摄，是名二法在家菩萨身在王家。复次，迦摄，在家菩萨于住境界沙门、婆罗门所清净资受，修于坚法。迦摄，是名在家菩萨三法身大王家。而说颂曰：慧者见已知，境界多闻者，是起如是心。王彼请命之，彼既请命矣，如实而施作，是不畏涅槃，所施无所害，是取于坚法，如所清净者，种种至增益，速疾或难得。如斯之信心去向菩提者，得菩提不难，
如智者行处，罪上活命矣，舍罪上财丰，集聚上妙法，正于罪上灭。是人生上足，是有上妙色，服上妙衣服，或罪上涅槃。至于如是法，有智聪慧人修行无怯弱，如佛之所说，志趣向圣称，世人道圣称，灭一切结使，如彼罪上果，如所造作业，果报亦如是，终始不败亡，经百千亿劫。迦摄，在家菩萨住在家地，成就三法，重视善根，终不受于五欲之乐，乃至得于无上正道。迦摄是在家菩萨受持五戒，不向他人赞五欲乐，不诱引女人，勤修自业，起如是心：我今不当亲近女人，此中不欲五欲之乐，乃至得成无上正道。迦摄是名在家菩萨出法，终不受于五欲之乐，乃至得成无上正道。复次迦摄，在家菩萨若闻是等甚深经典，尽信修习，迦摄若是深经至于非气，彼应劝进。迦摄若善男子能令他人舍离疑心，而是菩萨以此善根得无碍变，得不细变，生即命中速得见佛。即命中矣，得生天上，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迦摄是名在家菩萨二法，乃至得成无上正道，不受五欲。复次迦摄，在家菩萨所有善根，皆悉回向无上正道。不要色声香味触法，不要财丰，不要自在，不要眷属，无漏之心，无漏果报，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受五欲乐。迦摄是名在家菩萨三法，不贪受于五欲之乐，乃至得成无上正道。而说颂曰：在家持五戒，护持善守护，离亲近女人，轻毁私下处，如是相似法，修集无漏足。若有疑惑者，朝令速解了一切诸善根，悉回向菩提，以此诸善根速舍五欲乐，常有余多闻，为众生说法，生起大悲心，求于菩提道。是故闻是已，生贤善妙欲，终不清净欲，速即转法轮。尔时大迦摄白佛言：世尊，今此经法以何名之？我等当供而奉持之。佛告迦摄：是经名曰演说三界，一名曰说菩萨境界，一名曰集一切佛法。佛说此